子宫按摩，哇！子宫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觉得听起来怪怪的耶。什么是子宫？不是那么可怕，因为会让如果你按了，对不对？你身体会变好，对你身体很好，然后有时候小便的时候会很顺。所以这个。子宫按摩很少见吗？很少见，因为很少师傅会按这些东西。就让我先现身为观众们试试这特别的子宫按摩。其实很难得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宅男女神，所有奇怪的知识在镜头前面一应俱全的展露无遗。我觉得好赤裸。哎，他现在压得很深呢，感觉你肉都凹下去了。我有点想放屁。啊！有很特别的感觉，真假？对，就是胃，然后两肠，胃里吃东西啊，然后如果没有胃没有消化的话，就要按那边。哦。哦。哇。哦。哇塞，这个是什么？好特别，这是。哇，乖乖没有，好不好？十八招，大招来了，好不好？出招了，出招了。现在呢，他腰椎整个被顶在膝盖上面。现在就是真的按到子宫的这个部分，往下压，压很深，会痛是不是？有一点，要压深。这个是为了就是你小便的时候，或者你便起来的时候，都会让你的肚子不是那么痛，然后小便就会很顺。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一样，光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很顺，但哥推荐的没那么容易，大绝招来喽！现在干嘛？要弄大绝招了吗？现在干嘛？下次月事来的时候真的会比较舒服。师父说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要求，其实只要跟师父讲一声，他会很乐意帮忙的，而且找对人很重要。几号？33号。背起来了。谢谢师父。好，哥就成全你一个愿望，今天就让我们的弟弟妹妹都爽快。传说这个即将失传的技术可将男人隐藏的气节舒缓，因而解决深层疲劳的问题。不止如此，它更是从泰国王朝建立以来宫内的包身男秘技。究竟有多神奇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你怎么啦？不是，因为我现在要做的这个抓龙筋哦，跟你刚刚那个子宫按摩的尺度是不一样的。是吗？对，那个是按摩腹部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我现在这个就是真的会 touch 到龙筋。哦。尺度太大，不然这话我会记串。哦。好吧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太害羞了，好不好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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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OK， 好。你好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你怕什么怕？
哇塞 ，OK， 好的。哎，内裤也脱了。好 ，great， so nice。他现在在按的这个地方，是就是这个部分，跟树根，已经到树根了。树根了，原来树根有筋，树根的地根。有几这一段开始，岁末强档巨献，连我们达哥也现身。以我专业本地最出名的实习生判断，达哥应该是受到严重打击，连话都说不清楚。这痛感，我想我一辈子都无法体会，还是让达哥亲自说明吧。给没啊？痛吗？痛不痛？你逗逼！而且他不是就是按，是用捏的，你的真心的。啊！你没有那条筋，好吗？龙筋啊！很痛吗？对。而且这个部位，就是大树旁边那个大树旁边怎样？这两。好不好？这是两只腿啊！这里呀，这边这样子往里面这样子推推啊，大概就是这两颗棒球的旁边呢，多粘下去，可以这样割啊。33号师傅因为老公开刀，小便都会出血，寻遍医生都无法医治，下定决心学习抓龙筋这项即将失传的技艺。老公的病情从此好转，抓龙筋由于欠缺对象练习，已经快要失传。达哥，你要珍惜啊！哎呦，再来一招啊！大腿的筋给他撕脱撕脱呢。拉很大呀，跟拉霸打弹珠那个有没有？又蹦又打，两颗一起打，差不多那个感觉。